嬴稷，你是天下之邪恶，恶秦不除，天下永无宁日；暴秦不除，天无安宁。用剑使战，血海深仇无共戴天。虎狼之君，人人当诛。六国之兵全部合起来，也没我秦国多。他们送上门来是来找打。如今这天下，秦国傲旅九州，无人能敌。山东六国口口声声称我秦国为虎狼，如今又信誓旦旦，可他们心中真正想什么，要什么，可他们却不敢。而我秦国早已不是被他们锁在西域关外的一方蛮族。我嬴稷今日要做的，是他们想得发狂，却不敢说，不敢做，更不能做的。一国对六国，秦能敌否？即便嬴稷此生不能敌，但嬴稷的子子孙孙，父王的子子孙孙，定能够一统天下，成就一番大业。谁说我秦国为虎狼之计？虎狼之计别一口吞了的。我大秦要灭了六国，只有灭了六国，我大秦才能真正一统天下。尔等回去好生吃喝，纵情享乐。没有多少年了，六国说灭便灭。